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新北泰山有铁厝工厂昨暝熊熊大火，拢总烧着八间厂房，其中有一间是做茶的，所以这火是烧到真猛。加在消防人员有把火势控制掉，无人受伤。第一个时间，我派了两部的消防机器人，因为现场有爆炸声啊，那基于同仁的安全，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用消防机器人两部实施涉水，那做警戒的工作。那消防人员在外围做警戒，相对的提升同仁救灾的安全。新北泰山红岗路86巷几若间烧连的铁厝工厂的火传出爆炸声音，火是烧到真猛。消防人员拢总出动267个人拍火。桃园和台北的水库车拢来支援，初步估算有1000多平小区，按照大火原因，还要再调查。